哪儿来的小偷啊？桑稚，几年没见，我都认不出你来了。我帮我哥来搬宿舍。我知道他跟我说了，怎么只偷我的东西啊？哦，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我要是知道这是你的，我不会碰。这个娃娃，你要是喜欢就拿着玩，跟你开玩笑呢。 老许，我们也刚跟我打电话说你有什么东西落他那儿了。我东西忘他那儿了。你拨过去。哥哥落什么在你那儿了？不是你的东西落在我这儿，是我的东西落在你那儿了。什么东西啊？作业本。那我让你哥明天早上给你送过去。可是我还没写。你一般几点到学校啊？7:40。为什么？那我明天6:40再车站等你。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写，可以吗？嗯。去睡吧。晚安。作文本。 快写吧，哥哥，您是南无人吗？不是啊，我是颐和的。请送烟。哎，干什么？怎么上车半天也不喊人呢？哥哥。哥哥好什么？就是哥哥。哦，哥哥好帅啊！哎呀，不要脸的。妹妹，你甭理他，这哥哥不是什么好人。我也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 行，我不是好人。哥哥帮你加，买36个。嗯。别扭的小朋友，走吧。参加啥项目啊？今天？超高。不是我去。 好好跳，加油，小鬼！哎，你没事吧？怎么了？我这脚崴了。喂。Hello，小鬼，今天段雅许回去接你啊。知道了。抓紧了，别再摔了啊。嗯。嘉许哥，我哥呢？ 你哥他好像去陪人面试了吧？这不是大学快毕业了吗？大家都开始找工作了。那你找工作要回颐和吗？我还没想好呢。我有一个。 虽然不太想承认，但我好像喜欢上他。这是你期末考的成绩单，你自己看看。考试之前我就翻了翻书，居然还及格了，还挺骄傲的。没有骄傲，芝芝。 我跟班主任商量了一下，都觉得你是偏科，所以想趁着寒假给你请个家教，先把那个物理补上了。哎哎哎，别找救兵，是不是真的考差了？张雅雪，妈没跟你说吗？她给你当家教。你先消化一下这个，先把这个模拟试卷做一下，我等会儿看看。好。 以后寒假期间，我每周给你上3次课，可以每天上吗？我一周实习4天，剩下3天都给你了。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喜好，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偏科，要好好学习。我觉得你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应该很叛逆。为什么？因为你玩游戏。哥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一个星期就算只能玩一个小时的游戏，都会特别开心。 那个时候，可以通过玩游戏让我从负面的现实生活中逃离出来，休息一会儿。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梦想着，要创造出一款我自己的游戏，然后把这些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会好好学的，然后找到我自己的梦想。但是哥哥，你也要努力，因为我觉得你很快就能实现你的梦想了。那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好。 上次考试怎么样？以 AB 边的交点为 M 点，然后脑子里想几遍那个公式。
97分，进步了很多。你现在物理已经没问题了，以后我就不会再过来给你补课了。到时候你把每一次考试的成绩都发给我，只要有进步，哥哥就送礼物给你。祝桑稚天天开心，早日找到梦想，春节快乐。给你寄的，说什么你摸底考试第20名，物理95分，给你的奖励。那他怎么不自己给我？他没跟你说吗？他回老家了，回颐和了。毕业典礼会回来吗？他毕业典礼肯定要回来的呀。喂，我收到你给我寄的快递了。恭喜你啊！那我听我哥说，你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你会回来。是啊，你会去吗？我会。那好啊，那我们就到时候见。这个是送给你的。送给我的？我还以为你送给你哥的呢。他已经有了。这个是给我物理家教的，希望他毕业快乐，每天开心。谢谢。那老师也祝我的学生前程似锦，学业顺利。嘉许哥，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梦想了，考上颐和大学。段嘉许谈女朋友了，这不挺好的吗？他终于开窍了。那就不说了啊，我吃夜宵了，拜拜。哥哥啊，嘉许哥有女朋友了？好像是吧，刚听前辈说的。那你找到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看一下？找到之后给你看看。你答应过我的。不是，你为什么周末没有去补习班啊？这都几点了？我在颐和。你跑去那儿干嘛？那个网恋网友让我来的。你现在在颐和哪里？在机场。我去叫段嘉许接你去。桑稚，嘉许，找到了。不是答应过我要好好学习，不让人担心的吗？你的女朋友吗？你答应过要先告诉我的。说话，嘉许，别对小姑娘那么凶。他叫你来的？他不喜欢我，他嫌我太小了。没关系，我们小桑稚长大之后会遇见更好的。这个姐姐应该就是一个更好的人。回去之后好好听爸妈的话，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影响你的学习。这也不是我抓给你的小熊吗？祝你天天开心。你也天天开心。那我走了，拜拜。不叫人，嘉许哥。军训什么时候结束了？上个月中旬就结束了。国庆7天假也不知道找我，兼职去了。到底哥哥对你哪里不好？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桑稚，你掏出手机看看，我发了多少信息给你，一次都不回。我要上课。上课要与世隔绝。如果不与世隔绝的话，我怎么考得上颐和大学？为什么感觉你对我有意见啊，小朋友？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
我的意思就是我已经长大了，所以你再叫我小朋友我会觉得很别扭。你考了一大是因为你那个老网友？我跟早就没联系了。没联系挺好的，你自己一个人过来这么远的地方读大学，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嗯，对了，哥哥一个人在这边听你哥哥说你要过来读大学的事情，我很开心。大学哥，你什么时候有空？不打扰的话，我好请你吃个饭。谢谢你送我回来。喂，嘉许哥。下周末可以，但是我还不确定具体什么时候有空。没关系的，反正按照你的时间来就可以了。行。喂，嘉许哥，我已经到了，你到了吗？对不起啊，桑稚，我今天可能没办法赴约了。你是不舒服吗？没有。你是哪里不舒服？没事，我吃点胃药就行了。你公司在哪？病人呢，暂时不能吃东西，后续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沟通。谢谢。嘉许哥，他们说住院也就需要这些东西，如果是你要是觉得缺什么你可以跟我说。谢谢小桑稚，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学校吧。伤口疼吗？你不用担心了，快回学校吧。哥哥这么大个人了，没事的，快回去吧。要不我还是留下来照顾你吧，如果我生病的话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你也会留下来照顾我的，对吧？桑稚，我在那个医院门口，你到了吗？睡不着啊，是不是因为语音没听完啊？你继续把那语音放完，让哥哥看看是谁想约我们小桑稚看电影。你又不认识。你说了我就认识了呀。你要说的话得说一整晚呢，好多好多。我们小桑稚这么受欢迎呢？长得好看吗？你随便坐，想喝啥？我不用。饮食上面也有要注意的，鸡蛋牛奶是不能吃的。哎，还有你工作的时候不要老是坐着，还有不要熬夜。知道。那我走了。我送你回去。不用了，夏许哥，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干嘛呢？我已经准备吃外卖了。跨年夜你吃外卖啊？我现在马上订掉餐厅，然后你收拾一下赶紧出门。我快到你学校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之间不需要再联系了。你发什么神经啊？你管得着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泼他吗？我告诉你，你刚才就算是动手我也会还回来的。小雨，小雨。你没事吧？小雨哥，我们走吧。所以嘉许哥，那个女的是谁？准确来说算是我爸的前债主。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你爸爸的前债主，所以跟你没关系。没事儿，这不用磨。说一声，我有跟你说，我发信息了，没有看到吗？桑稚，你之后不要直接来公司或者家里找我，来之前也先跟我说一声，行吗？嗯，想把这个给你。电子猫眼，就那个女的不是老来骚扰你吗？你就把这个放在门上，然后还可以报警。谢谢。你赶紧回去工作吧，我回去上课。喂，你在哪儿啊？我在酒吧。喝酒了？酒吧名字？青红音乐2002 Music Bar。好，我现在过去。
又不让我去找你，又来找我。我有一个秘密，这里有个好喜欢的人，可他就是不喜欢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很好，可是他对谁都很好，让我们芝芝这么难受啊。原来你喜欢那样的，那我变成那样的好不好？然后只对你一个人好。桑芝，江明，早上好，找我有事吗？早餐拿着路上吃吧。谢谢。那你快上车吧，你哥哥还在等你呢。那我先走了，拜拜。是他吗？什么是他吗？你喜欢的那个男生是吗？不是。嘉许哥，说不要交个女朋友吗？为什么老要管我？哪儿来的女朋友啊？要不然你给我介绍一个。我身边都跟我差不多的。也行。给你的新年礼物。谢谢嘉许哥。喜欢吗？嗯。为什么会有两个蛋糕啊？有一个是我做的，我还不是怕我做的难看。那你选一个来吹蜡烛。这个。许愿。生日快乐！别人送的礼物啊，看来还挺多人追的样子啊。嗯。那你就说说，你有可能喜欢上的人，你会有什么条件？长得帅，脾气好，还有三观正。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条件，我好像都符合。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能追你吗？哪有追人之前还要问人能不能追的？说说看，你对我有没有那个意思？只有你追了之后，我才能知道我对你有没有这个意思。怎么了？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听分享吗？所以我去打听了一下时间地点。你要陪我一起听？什么叫陪你一起啊？就是刚好偶遇。你下班了吗？下班了。你今晚是不是没课？我有别的事情。不是说今晚有事儿啊？忙着给人过生日吗？生日快乐。怎么样？我尝尝。啊，不要尝，就拍照留念一下就好。能吃吗？好吃啊。不尝一下那就是不好吃。真的好吃。别吃了。许的什么愿了？你知道的。那你的愿望也太好实现，我答应你了。你是说答应和我在一起？因为我想你以后的生日，我都能在你身边陪你。你干嘛一直看着我？我就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快答应我。我觉得今天很特别。对了，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得跟你交代一下。关于我家里的情况，之前好像一直没跟你提过。是这样的，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呢，植物人，他之前酒驾撞死了人。不好意思，我突然这么说有点突兀，怕你会介意。我不介意。给糖还是牵手？牵手还是牵手？我可以牵你的手吗？我是不是没有告诉过你，我真的很喜欢你，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送给你的，我们芝芝第一天上班辛苦了，向日葵，就是希望你新的工作天天向上。你等一下，你知不知道他有一个植物人爸爸？我就是不想看你一个小姑娘误入歧途。哪个小姑娘有时间有钱陪他这样耗啊？我可能……但你知不知道，他爸开车撞死了人。他爸爸撞死的人是我爸爸。我理解，但是这是他爸爸犯了错，他爸爸犯罪了，这不是你伤害他的理由。给你买了点餐后甜点，尝尝看。别你。嗯，怎么突然给我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好。查的密码是你的生日。我花钱很大手大脚。花的有我赚的快吗？灿春，其实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找我聊聊的。没有，你能来接我，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前两天在 KTV 唱歌碰到你女朋友了，真的假的？我在走廊外面看到她跟上次来找你在楼底下闹事那个女孩两个人在讲话。你对我已经构成了骚扰，如果你再去找她，我会考虑报警。你这么多年怎么纠缠我，我就算了。但如果你去伤害她，她是我最爱的人，为了她，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之前在我面前都哭过多少次了？我现在不会哭的，因为小孩才会哭，不能老是哭。如果你觉得哭是小孩子的权利，那你就当一辈子小孩。我不想只当男朋友，我还想成为你可以依赖的人。我也想成为你要依赖的人。我知道江宇去找你了，他以后不敢再去骚扰你。你答应我，以后这些事儿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说好吗？我会跟你说的，而且你不要担心我，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我也可以保护你的。感觉我们真是真的长大了。你先看看，这边有个厨房，然后这个房子有两个房间。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地方一个月要多少钱，会不会很贵？这点钱我还是有的，把手伸出来。以后这里就是我们家了。陪我一起玩。明天是不是还要上班啊？要不然早点休息。对，很早的工作。喂，你在干嘛？我在想你啊。我也很想你。你有没有吃饭啊？芝芝，我过一会儿会给你。好，给你弄了点水果。谢谢妈妈。对不起啊，刚才妈妈突然进来了。没关系，你多陪叔叔阿姨说说话，等我做完手头上的工作，明天就飞过去看你，等我。等一下。哎呀，我感觉每天都得见到你，一天见不到你就好想你。我回家。你是不是和段嘉许谈恋爱了？妈妈都看见了。这是想要跟你们说的，就妈妈，你别担心了，嘉许哥对我很好，你又不是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人不错。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你对他的那种崇拜，当成了是喜欢？我没有，我是真的喜欢。改天我再跟你聊。我在想。我还是得找一天正式登门拜访一下叔叔阿姨，你觉得呢？我觉得很好啊，那我回去问问他们，然后出去吃饭也可以。好。段嘉许，你开心吗？当然开心啊，怎么了？没有，那你要每天都很开心，我会让你每天每天都很开心。好啊，那这个就要看你了。
小段，那个你对芝芝一直很好啊，很照顾她，我跟芝芝妈妈一直很感谢。但如果是跟她谈恋爱，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确实啊，确实是有点顾虑。喂，对不起，他们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上，就不要不开心。我没有不开心，你爸妈没跟我说什么话，不确实他们好像给我提了一些攻略。你知道的，就他们老觉得我年纪小，所以他们会担心。我跟你说过的，你家里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我都知道，你千万别去跟他们说什么，回家好好陪陪爸妈。好。哎，对了，我明天早上可能得先回颐和了。那我陪你。明天一大早的飞机，特别早，在家好好睡觉。你别胡思乱想了，真的，快去睡觉。晚安。晚安。你还记不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来颐和来找网恋对象？嗯。其实我来颐和是来找你的，我不是来颐和上了大学之后才喜欢你的。这个是我小时候写的秘密。我有一个秘密，虽然不太想承认，但我好像喜欢上他了。段嘉许，在我还不知道你名字对应的是哪个字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已经喜欢很久很久了。赚很多钱，帮哥哥还债。你能不能看在我这么喜欢你的份上，你不要听任何人说的话。爸爸，我都知道了。怎么了？我觉得我对你不好。你对我很好，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都很好，真的。曾志，这么多年以来，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是你的义无反顾，让我意识到了我自己不够好，我的后知后觉，我的不坚定，但是这些不好我会在我们以后在一起的每一天尽力弥补，我不会让你为了自己的选择而后悔的。我爱你，曾志。今天来主要是想跟你说一声，我爸他也走了，走得挺平静的。阿姨你好，我是桑稚，您可以放心，段嘉许现在是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人，虽然之前有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他都没有自暴自弃过，是很努力也很辛苦把一切都承担下，所以我也跟您保证，只要有我桑稚在，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所以你不会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你在我妈面前说好了要保护我的。嗯，我来保护你一下。我跟思云姐提了辞职了。为什么？不一定非要回南吴的。是我想回去，我想提前过去把一切都安顿好，等你毕业回南吴了，就能马上过上好日子了。而且你的家人都在那边，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所以我们两个只用想着未来，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我不想你走。你放心，我过去之后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你。我跟你说，你回南屋之后要按时吃饭，还有就是别的事情不要去想，就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就行。好了，那我就走了，好吗？桑稚，以前我一直觉得一辈子一个人也没什么关系，但直到我遇见了你，你让我发现原来爱人被爱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是因为你我发现了原来我也是一个这么好的人。
原来我也这么值得被人爱，是你突然让我很想试试看，去爱一个人不顾所有。我没有什么别的能够给你，只有六个字，一辈子一个人，你愿意嫁给我？我们的故事从他的22岁开始，我曾经偷偷地藏起我对他的心思，我努力成为更好的人，追上他的脚步。当我来到他身边后，我才发现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整整5年的时间，我治愈了他年少的伤口，他圆满了我青涩的初恋。我们的故事从他的22岁开始，到我的22岁结束。